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盘，是在1985年，11月20号，我和这个日本的藤泽秀行在北京进行的一场比赛。这盘棋是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主将决战，非常的引人注目，也非常的惊心动魄。在这盘棋呢，也引起了我们全国广大围棋爱好者的关心。给我很多人给我出谋划策吧。包括当时老山前线的这个战士们也给我写信来出主意。确实呢，在大家的帮助下呢，我那盘棋呢发挥的比较好，最后把这盘棋赢下来了。下面我就和刘红一起把这盘棋给大家从布局到中盘呢进行一下介绍。我这盘黑棋，藤泽先生呢，下33的是极少的，看来他也是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吧。因为他知道我是比较喜欢实地的，所以呢他就把那个棋子的位置下得比较低。我看大量的看了他的大量的棋谱呢，他都是基本上下星座，位置比较高。而这盘棋呢下的是很低的一个位置，就是等一开始就是告诉我这个要跟我这个抢实地。本来我那个时候呢准备下的时候并没有准备走这个，后来呢由于他这个棋走在这儿呢，我这招棋也就下在这儿了。当时我是准备走新的或者走对角的，现在由于他走这个之后呢，我就也准备捞实地。像这个布局，白棋走小目，在60年代的时候，以坂田荣南为这个代表的日本棋界呢非常流行这种布局，黑棋无忧角，黑棋这叫错小目，白棋呢三小目。坂田拿白棋或者拿黑棋，他都下这种布局。这个当时的藤泽先生呢跟坂田在60年代争霸的时候呢也经常下这种布局，所以呢他对这种布局呢也十分了解。当然呢我现在跟他下这个布局是为了互相抢实控，这盘棋的重点就是大家在抢实地。这个是布高挂，这是这个现在是60年代的那种流行的布局。没想到在80年代呢被我们给又重新用上了。跳白棋拆，这样呢黑棋就先拿到了两个角的实控，白棋呢这边有两个角，另外在中间分了一块，这是双方这个非常这个持久战的一种那个先兆吧。挂角当然是挂角最大，这个我们在围棋中呢有三种这个大场。第一种大场是空角，比如这个棋如果没有黑棋占和白棋占，那就差别非常的大。第一个是占空角，第二个是挂角或者手角。刚才是因为四个角都占了之后黑棋先手角，那么现在手脚的地方没有了之后只有这一个可以挂，那么这个是最大。第三个是拆边，所以呢黑棋呢在这个下完之后第一个要选择的地方就是这儿，底下的变化非常有趣。白棋拖，白棋为什么拖呢，是考虑到黑棋呢如果不走这个的话，黑棋拆二，假如不走这个那么要打入，白棋还得补一个，那么先手就取得了这个实地。如果他拖黑棋，假如应得不好的话啊，打个比方说黑棋搬这个，白棋断，黑棋吃，白棋吃，黑棋接，白棋吃，黑棋提，那么白棋可以拖先了。如果黑棋走这个，刚才拆二同样的位置，那就明显的不行了。为什么？黑棋走这个，白棋可以接住这个子儿，背攻，
吃，那么就这个打入就没有了，因为黑棋打吃之后，白棋这个是随时是先手，这个打入就没有了。所以这样呢，他就白棋在这试一下黑棋的应手。假如说黑棋按普通的这个拖这个角的时候，最普通的下法是长，一长这儿的话呢，白棋就脱先了。因为你再走这儿的时候是拆一，这个就没有走的这个心情了。所以怎么讲呢，就是说本来先走这个时候棋形是这样的时候，这个子走上来的时候，黑棋无论如何不会走这个，当然是走这个，走这个那么白棋搬起来还可以活个脚，这个黑棋不能忍耐，所以一定是这个。那也就是说如果走在这儿之后，那么这招棋就不能下，这就是藤泽先生的非常那个深远的用意吧。如果你要走这儿，那么以后他可以走这个，你记住，搬飞机必然要换，飞机还得走一个，那么白棋先手拆二，白棋也很满意。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一开始虽然布局才不多几招，藤泽先生就施展他的手段吧。藤泽在日本呢有这一种说法，就是天下布局呢五十步是天下第一，就前五十步没有人能跟他比。当时我记得那个时候很多报纸新闻界的评论就是藤泽先生估计在前五十步会取得一定的这个优势，那么我在后半盘呢再追上去。实际上这盘棋呢，我是想在前五十步就要落后于他，甚至于领先他。所以开始呢我也在这个地方，虽然他拖是用意很深远，可是这地方我也下得很出色吧，下出了一步新手，后来在整个棋界中呢也就大大的流行了。他是想先手，通过这儿我的应对，如果应对的不是很好的话，他就争先手了。这时候呢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吧，我也争先手，对，断。现在普通的都是打吃这个，这个打吃不行，那样就被他打他就争先手了。那么现在呢我打这个粗干起来，这招棋好像是不行的，粗看长，这时候再打，白棋拐打，你去记住，白棋吃，你去提。为什么粗看不行呢？就是这个一争啊，一吃这个子跑不掉，给争掉了，这是粗看，正好跑不掉。但是再细看呢，黑棋可以飞压，如果你普通的话长的话，那这个子马上就跑出来了。如果不能走的话，提这个，那么这一打，黑棋通过这地方的吃小亏吧，在这个占大便宜，这个呢黑棋非常满意。如果成这样的局面的话，白棋就比较重复这地方，黑棋呢这个角三个角拿下来，而且这个很开展，白棋不利。也就是说呢白棋不能争，那么就退了。这样呢白棋走了之后跟那个直接拆二差别不大，现在等于也直接拆二了，比直接拆二也许使黑棋的目小一点，但是白棋它有个断点，黑棋这个可能跑出来，所以说这个地方呢黑棋这个打上来这个新手呢获得了成功，在这个布局中呢争得了这个宝贵的先手。黑棋走这个，白棋加一个，对，白棋加一个。我本来以为逼迫他走这个，那么我插这个有一个很微妙的理论呢，也就是说白棋现在往这边走呢这个价值偏低，这边呢价值高，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骑马那边过去，这有个黑子，这个头很探出来，这个头很尖，就是比较坚挺啊，这没什么前途。这边呢，没有这边大，所以藤泽先生这确实很敏锐，他不在这儿走，在这儿走，不往那边去。这道棋呢，这个确实体现了藤泽先生的实力。黑棋，由于他不走，那么只好对这个角呢进行这个一定施加一定的压力。白棋长，黑棋跳，白棋再长，黑棋。下面呢，藤泽先生就是如果继续他的这个他的这个思路的话，是应该走这个。我也认为他应该走这个。走这个的话，下一步的搬起来要厉害得多。他现在实战呢是跳，跳这个就松懈很多了，这样就会严厉很多。如果走这个黑棋硬长的话，那么他就首先把这个不大的地方让给黑棋抢这个大的地方，而藤泽先生这边疏忽正好被我抓住了，他就说跳出来。大家注意，这个要走，就是无论是长和跳都要走，否则这个挡下来是先手，这个脚很局促，不然一点要死。他现在跳了之后呢，黑棋就抢得了这个大场，这个非常的大。现在黑棋呢有根，白棋无根被攻。如果这个换成白子，而且白棋有根，黑棋被攻。我们在这个围棋的这个口诀里头有句话叫劳逸攸关，少也图，这地方就是劳逸攸关。白棋走了之后攻黑棋，黑棋走了之后攻白棋，最明显的地方。并且这个呢出入的很大，这地方是黑棋的空，白棋走了呢，这地方是白棋的空，本身目也大，又是劳逸攸关，所以下到这步之后，我对这盘棋要能赢的话，对赢这盘棋我已经充满信心了。这个布局上黑棋已经稍稍的领先了，虽然领先的不多，但是就那么一点。白棋跳，对，白棋跳，跳也是必须的，不然的话黑棋一阵头，这个地方有肥鸭的先手，这个白棋的出路非常的小，所以白棋要跳。黑棋现在是不是飞的这个先震了一个啊，掉了一个。这条棋呢是有用意的，如果白棋用在这儿，用在这儿好像也很普通，那么以后黑棋这招棋很厉害，可以说非常的厉害，白棋不好下。如果你看假如加是吧，加不住，哎，他就下来了，把它断成两块。如果退挡住，这算是断了，断在外头了。如果冲这样呢，再加倒是可以加住了，但是黑棋这个接先手外面一下走成三个，太多了，这个对于白棋来说呢，白棋也受不了，所以这个初看的硬招呢是不行的。现在接你，白棋接你的黑棋长，这个现在厉害了，这个出来就厉害，所以白棋必须加入。这个呢交换之后呢，虽然让白棋放心了，但是黑棋有了这两个之后呢，也把它限制住了。那么这块白棋呢大约只有15目多一点吧，一目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15目，加上外面稍微有一点点可能性了，15目那样。这就是双方满意，但是在黑棋领先的时候，黑棋这种定型呢是对各
更有利于黑棋，因为黑棋将来这个墙啊还是要飞下来的，还有可能先手。一旦有了子儿，不怕他成大空的话，黑棋就要捞空，是吧？对。现在呢，刚才我们讲他十五目，这块十目多就只有二十五，那黑棋这个角有十五目，这个角有十目，已经这块加上这块跟他这两块抵消了。那么现在这样走了之后，黑棋这个地方也有十目棋左右。另外呢，无论如何这四个子比这两个子还要强，所以黑棋呢已经掌握了主动权。白棋压着。嗯，普通的下法白棋不行了，所以白棋要这个顽强顽强一点，求变。抢出来。这个扳黑棋不能随便断，假如断的话，他这地方虎是先手，打吃先手，这个长也先手，不然这地方就争掉了。嗯。那么，这个子就被争死了，所以不能随便断。这个好像就是不能见断就断，要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我小的时候看《红谷赤卫队》，那个韩英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有意思，当时他跟那个叫刘闯，不是刘红，跟那个刘闯说是。这个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就更有力。那么黑棋现在呢，先要把自个儿的脚跟站稳，补枪，哎，跳，这就是把拳头缩回来，下一步再断上去，那就非常的厉害了。白棋没办法，只好补。嗯，然后黑棋绝好的一个机会刺，白棋只好接，不能打，本来是可以打的。但如果打的话，黑棋这一虎，白棋就没法赢，只能接。如果搬这个的，这儿多一打吃，上面攻起来就更厉害，所以他现在只好接。现在黑棋跳出来，要不跳的话被他盖帽盖进去了。这是第49手，这也是在这个中午封盘休息之前的最后一招，我跳出来，然后这个进入了中午休息，经过一个小时休息之后，也恰巧下一步棋就是第50手，号称天下第一50手棋天下第一的藤泽先生呢，果然是走这个，因为这个棋现在绝不能走这个，如果走这个的话，这个被黑棋这儿或者这儿一下控不够了，还有负担，所以当然的要抢控。这个抢控抢的位置也不错，因为这个地方走了之后呢，黑棋要在这儿呢，那个就他再出来已经亏多，黑棋这个到二路上来了，加上他要补这个呢，飞过去呢这块就显得过大。但是呢，黑棋呢现在就暂时先不走，就是虽然走这个被这个边上的大场被白棋最后一战，但是这黑棋这个全局的这个几所要点一攻，大家看这两个人比较危险，有一定困难，而且这两个子本来有点担心的嘛，现在由于一攻这形成形势，这两个就一点的负担都没有了。那么实际上走到这儿的时候呢，应该讲客观的说，这盘棋黑棋已经相当的优势了。白棋为了做活嘛，普通的假如走这个黑棋再攻过来那就很惨了，这地方头还是软头，还压上先手，那就不好办了。这个靠一个，希望通过黑棋给白棋借劲儿之后呢，整形。这个第一杆是从外边搬，但外边搬他退，你假如长过来走的棋形很好，他得搭上扬长而去，没什么黑棋没什么成算，所以黑棋搬在里头，搬在里头呢主要是一面攻他一面收点这个利益吧，就好像占一点那个利用攻击取得一些便宜，
他也只能走这个。嘿，飞机再冲进来，下面只要一冲，它就两个断了，嗯，哎，辅助。这样黑色的这地方已经增加了一点点的失控，是吧？而且这个头一长的很硬，跳出来，对，黑棋刺，黑棋接，黑棋接，现在对白棋是考验。白棋假如长出来，那么黑棋就把它冲掉，嗯，那么团上的这个棋大概是要死在里头，危险极了。因为这个时候再走这个时候，黑棋可以走这个，他气紧了。藤泽先生看到这样的危险啊，就没有长出去，直接走这个。直接走这个黑棋就不能走这个，你看是不是不能走这个？这有个打吃，吃了，嗯，刚才我这圆上就没有打吃，嗯，所以黑棋呢就不走这儿了，把这个头扳住，扳住之后中央是黑棋的形式，白棋呢还要需要做活，现在就一个眼，白棋挖挖一个黑棋，如果接住的话，如果接住的话就是有点委屈，其实也不错的，他大概走这个，黑棋立下来或者退一个，白棋做活，这个棋形有点萎缩，这个因为我有比较更好的下法，就不肯下这样萎缩的棋，黑棋顽强把吃，那我白棋只好从这儿吃棋，如果白棋就其实本手应该接住，那如果接住的话，藤泽先生可能看到这样形势不利，长那接住黑棋，或者走这个或者走这个，那都是就成为非常明显的优势了，白棋控不够，控不够，黑棋白棋挡，黑棋搬边，白棋再补，黑棋先手收官，抢这个大的地方，比如逼住这个，那肯定是这个黑棋优势，所以白棋要求变，对，黑棋吃，现在打劫，白棋没有劫。打吃黑棋踢过来，白棋找不着黑棋的劫，而黑棋找白棋的刺子本身是这种搬了打吃都是劫，所以长出来黑棋长，长的时候这中央越来越厚了，白棋拐吃，黑棋踢，现在要打劫断它，白棋只好接住，黑棋长，因为这个优势就没有走更凶的，实际上这道棋呢在这儿呢是比较厉害的，为什么说呢，因为这个棋呢有个出头，再虎出来，这样呢这个飞上来呢再虎出来之后这块不太安定，但是呢白棋呢也有反击的手段，靠上来，这我比较头疼他这个靠，如果这盘棋形势觉得没有什么把握的话，我就要下在这儿复杂的，现在觉得有这个很安全的就有优势的，有这种心理的话，现在就走稳健，白棋只好打，黑棋搬，现在这个夹很厉害，
一家你如果立下来一断，这两个要死，或者这两个要死。如果白棋接住的话，黑棋渡过，白棋的整块还是也没有问题。所以加了之后，白棋这时候现在是走的这个，要瞄着黑棋这块眼位还不安全。这个时候走这个的话，黑棋就是有一举取得优势的这个下法。黑棋应该这个时候虎这个，虎这个什么意思呢？你走这个不是要威胁我吗？那我这一虎我就要连回来了，你要不走的话，我这一长就全体的都连上了，那这个空也大，就连上了。所以白棋必须挡住，你可以提前，哎，提前先走，他接住，然后立下来也可以，再像实战中这样补一个也可以。这个都是先是把这个提了一下，这个非常的大。这个棋立下来也行，为什么？一跳就过了，对，一跳就过了。本身官子也很大，跳这个呢，就是说更为这个考虑大局。现在这儿还有一个加，这个棋白棋刚才说十五目，这块最多也十五目，只有这个三十目，补一个的话，这块也只有十五目，四十五目的样子。黑棋这块就二十五目样，二十多目，到二十多目，加这个十多目呢，是三十几目。这块已经小尖是先手，小尖是先手，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七、十八、十九，这块也二十目，已经五十目了，这个全都是多出来的。刚才他就四十五目嘛，我这个已经就通通是多出来了，并且还该黑棋下，黑棋如果一立下来，就是五十五目到六十目，这个全是多的，优势也是相当大。这由于那个当时觉得优势的情况呢，就考虑的比较那个。比较这个粗啊，就普通那么跳一下，这样跳一下呢，就觉得这连上了，我这儿有些东西呢，还是当然还是个优势，但是不如刚才那么明确那么铁，这样呢也是优势呢，可是就是说距离没那么大，大家注意这招棋还是要走的，如果不走的话，白棋有这样的下法，断。这个断呢，粗看起来好像不行，但是实际上呢，它还是可下的。黑棋照小吃，白棋长，黑棋小吃，管事。他这一提就把白棋断了，然后提掉，那么他再管。这个打吃先手，黑棋也受不了，还得长，飞过来，就显得一些混乱。这两个子有一定的。有点失去联络，哎，有点失去联络。但是如果刚才这有渡过了的话，断的时候就不厉害了。如果这个渡过，有刚才先走到这儿，它断的话，那就可以长出来。嗯，是不是？你如果走这个，我就渡过了，那这个棋根本就没问题，它互相是牵扯的、牵制的，并且黑棋这个是先手，要不然吃通了嘛。这两个一夹都快夹死了，所以这个这样下法有了这个就安全了。当时错过了这个机会，走了这个，白棋给补上了，白棋补上了。这个时候黑棋下了一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是？还是应该走这个，结果走的是这个，好像。嗯。嗯。是的，拖的。嗯，拖。我当时想，哎，这个没有注意到他走这个，我当时想他走这个，先手顶一下，他
不能接这个，接这个我接先手又加过，他只能接这个，然后我再走这个。先手便宜。先手便宜。没想到藤泽先生是个胜负的料非常敏锐，他顶这个。我现在不能走这个了，我假如走这个他就搬。我开始以为可以，其实不行，吃。吃啊、嗯，我吃了。接上。他如果走在这儿，那么我还可以下，我再走这个。底下冲过来一断打，一般是打劫。嗯。他，但是他可以走这小街，这我就不大对头了。断不开。断不开上，这损失很大呀、啊。冲进来几个子，这个损失显然是比这个要大，所以就临时改变这个下法，这样顶的时候黑棋顶这个，这个真是那个损失很大。这个时候呢，藤泽先生是拐下来，实际上这个棋我觉得他还是要搬这个，搬这个我大概不能断，断就断，刚才也还原了，我只能走这个，对，不用退，挡住、啊、那不是吃了吗？嗯，吃了，但是我后手他可以不走了、嗯、我底下没，而且他这个提过来之后啊，这以后这个断吃的借用啊，提这个棋呢就显得那个味道就更足了一些，嗯，这样的话形势就会更为接近。现在他拐这个，虽然这地方黑棋吃亏了，本来黑棋小尖是先手嘛，现在这个小尖生小尖生被人家吃掉了，但是黑棋还是，哎，黑子是走这个吗？是，嗯，白棋给粘上了，嗯，黑棋度过，黑棋度过，这个度过很大，如果被他搬的话这个都是木了，而且我这儿呢他一搬我还得接上，但这个棋是应该是我先手，因为长进来的白棋还没安定，白棋脱先了，白棋脱先是提劫，对，提劫、嗯、黑棋是飞，飞这个飞呢在确保中央城那些木，而且下一手棋这个逼过来，由于这个有子之后白棋进不去了，所以这个飞呢是不先手，白棋还得拆了，飞棋提劫，白棋叫吃吧，嗯，白棋叫吃，哎，进行到这儿黑棋拆了，这里头大家注意啊，一靠有这么一个手段，白棋只能立，如果搬断了，哎，一断就是很断，常用的哎断开了，你要不然吃这个，他从这儿吃虎过来，把这个两块断开，吃这个他打下去把这个给断开、嗯、所以说这时候他只好顶这个，那么黑棋还可以顶把它断开，断开的话这个子就死了，因为这周围都是黑棋、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白棋得补，白棋白棋顶一个，黑棋是藏起来，白棋跳，这个棋要走，为什么呢？如果不走的话，这棋这么一飞，这全是空，而且这又出来手段，嗯、所以跳，黑棋，我一个，这步棋应该说是不妙手。黑棋立，黑棋有个好棋，黑棋可以走这个，
但是现在不能反击，假如走这个的话，黑棋就直接打下来吃他。假如走这个呢，突破呢，黑棋就冲断，那这个人就死了。只有一种命吧，走这个，只能硬在这儿。走在这儿呢，黑棋现在下不来，下来他一挤呢，白棋比黑棋快一气。但是呢，走这个之后呢，黑棋这个就变成先手，对不对？嗯。现在你要是不走，他往下一挤，他连渡过都没有。他假如挤这个的话，断吃。所以说可以先搬一下，哦，他连一路渡过都不行，那给断开了就死了。嗯，所以这个时候黑棋虎这个先手白棋呢只好补一个棋，白棋吃，白棋尝，黑棋粘上，白棋叫吃，然后黑棋现在走到这个非常清楚的这个取得了这个优势，现在这地方成这个相当多的实地，而白棋这儿呢增长了一些，跟黑棋这儿增长些差不多，抵消了。刚才我们是这儿是有将近二十目，现在这个棋呢没有将近二十目了，但是这个地方多多了，所以黑棋的优势仍然相当的明显。这盘棋呢进行到后来呢，虽然呢略微有一点风险，但是呢黑棋最后都是安然的处理好了，最后呢也跟那个与小林官一样，就是我拿黑棋呢在这届的第一届擂台赛的主将决战中呢，胜了2目半，按中国的说法是1/4/3子。这盘棋赢下来之后呢，就在我们中国掀起了一股围棋热，很多的这个大学生啊，很多的小孩啊，都非常的那个热火朝天吧，学这个围棋吧。我当时也非常高兴，因为经过我个人的努力之后，大家呢对围棋呢也都充分的理解，下围棋人很多，这确实在我的一生中也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盘，虽然赢的并不是很多，但是确实意义重大。由于后来呢，这个实际上呢，这个虽然手数很多，但是基本上已经跟大局没有影响了，现在就是收官子。完全是进入收官子，虽然我可能赢得更多，但是我牢牢的赢一点就算了。最后这盘棋是黑棋胜1/4/3子，也取得了这个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胜利。